小鸟。大转盘，转到谁就吃谁。我们现在开始选喽，看你们谁的运气好哟。咦，你是哪位？我是佩德罗呀。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啊？我一直都在的呀，只是你没有关注过我。先把你拿下来吧。我真的没见过你耶，你说你叫什么？我叫佩德罗姐姐。哦，好吧好吧，今天你运气不太好哟，我赚到你了。这是我们的游戏规则，我要把你吃掉喽。姐姐别吃我可以吗？不可以的哟。别吃我，求求你别吃我，别吃我。我从来都没有吃过你，看看你肚子里面有什么。我一点也不好吃，你就别吃我啦。里面肯定有好多好东西。我肚子里什么也没有。我现在把你打开了。谁来救救我呀？救救我！哇，看看他肚子里面有什么？哇，还有一张贴画。这个贴画这上面你们知道是谁吗？告诉我哟。还有一包糖果呢。哇，还带来了一只戒指呢。这个戒指好漂亮，是一个小花朵。先把贴画贴上。糖果吃掉。哇，这个糖果好好吃啊，今天收获满满哟。猜猜今天吃什么？先猜一个深蓝色的，看看里边是什么。小蘑菇糖。金色。猕猴桃软糖，果罗棒，
喜欢这种比较显贵的表，然后戴起来能戴住的，然后是商场里面都有这种牌子的。到星期一来咱们买，星期一给大家卖一罐。哎，戴反了，戴反了，我可喜欢这个小表了，又不很沉，又有质感，又是蝴蝶扣，又可好看。夏天、冬天都可搭衣服，搭毛衣也好看。你到了夏天搭短袖、搭裙子都可有钱了，看上去。人家都说我戴的是小金表，可显白，显白。一拍加急，一拍加急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我家娘家人，谢谢俺的姐妹们。雪媚娘几个？雪媚娘给大家发的是10个雪媚娘，然后暖贴的话是80贴。29.9块80贴，一晚上就卖3个品嘛。你我晚上卖不多，宝贝儿，因为现在卖什么东西都要卖出来量，都挣得少，不多卖会挣卖不上来量，白卖钱了。所以说卖的时间就是说就是少卖点儿，把量卖出来。有的时候能卖5个品，有的时候能卖4个品，有的时候能卖3个品。活动了就多卖，嗯，有活动了就多卖卖，没活动少卖卖。哎呦妈呀，后酸！手表星期一有，今天星期几了？今天星期四了吧？啊，星期五了。明天卖还是后天卖？不知道，还是星期一卖？明天如果没有什么活动的话，我明天给你们问问也行。因为不多，卖也是这个点卖了，老铁，就是第3个品卖，然后卖个100单，不多的。我看看明天能卖，就明天给你们卖。明天如果没有什么活动的情况下，我就明天给你们卖。如果明天有活动卖不了，就星期一卖。明天要呀，明天尽量给你们卖啊。明天卖不了就等周一卖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明天要手表，你们小哥们儿不能听到我说，一听到说就想要，是不是？明天我尽量啊，姐妹们，我得提前给工厂说。如果说他没有这个表，我真卖不了，因为他做这个表得需要45天。表很慢的，它不是这种耳饰啥的，这个表做工很麻烦，做完一个表就是做出来一批都是45天，所以说我得问一下，有现货再给大家卖，没现货我可等不了45天，还不够退的呢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等的可着急了，来吧，宝贝儿，这个暖天还有没有拍的？没有拍的自己去拍一单，29.9块是超本的，现在基本上都囤货了，你现在囤是最合适的，你过了双十一，宝贝儿，等他应求的时候，不可能再有这个活动，80贴，我的妈呀！益母草的，然后有艾草的，然后有生姜的，王小暖的，平时大家买的话，最多最多最多，你得线下买，你最便宜得3块钱一贴，俺们家今天是29.9块，给你发80贴。去年卖60，前两天刚卖了70，今天80，80，像砸墙一样80/80的，笑死了。吃个蛋糕。我戴的手表吗？对，是我戴的手表。看看雪媚娘呀，雪媚娘让奎哥拿到冰箱里面去了，因为我们怕化掉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讲解回放签呢。我奎哥刚刚刚放到冰箱里面去，我刚刚下楼的时候他就往冰箱里放着呢，因为卖完了我们就给他拿出去了，因为样品也不多，怕化了，化了就赶明就没法卖了。明天同款手表啊，要吗？明天应该会有，不敢确定，我还要问一下厂家。明天没有就周一有，反正就这一两天呢。这个皮卡丘，这个皮卡丘这么丑啊？俺就没见过这么丑的皮卡丘，要挺好看是不是？皮卡丘好好看，好看吗？哥们儿，你不觉得这个皮卡丘好像有点丑吗？你看不可爱，有点那种像咋说呀？又拍了2样产品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。丑，我也感觉它有点丑，像兔子，对对对，有点像兔子。我的性格真好，谢谢你签了，雪媚娘女排加级，谢谢，好嘞。戴了头套的皮卡丘。香喷喷，辉哥，你把皮蛋给我拿来，然后那个金饼拿来一点，行吗？
不知道吃啥。这个没有拍的自己拍吧，没有喽，到手29块就80天。OK。哎，好热呀，热乎乎的。对，吃点啥吧，不知道吃啥好了。他这个羊腿为啥今天是给弄坏了呀？我给他炖的时间长，你吃的了吧？你不吃了？最后了，不想吃。第三轮这种散的不可以吃。这两天弄吃的特别少，我要皮蛋吧，我不想要这个了，这个就这几根了，都拧上了。要皮蛋，看对吧？都拧上了，吃两口，都凝固了那个。来吧，吃饭喽！吃个八爪，吃个鲍鱼。先吃个啥？吃个鲍鱼吧，吃个虾。戴了头套了，有点像戴头套，我总感觉。反正他的皮卡丘做的好搞笑。嗯，这个小这个捞汁今天吃的干干净净的。来上那么一个，嗯，大头虾是我觉得最好吃的虾。你身上带的有连襟吗？带的啥呀，姐妹们？暖贴还是啥？还是手镯还是项链还是啥的？它和我的这个金属好像哈。嗯，项链呀，项链是黄金的，没有，哥们儿，这是黄金的。几点下播？快了，今天下的早。今天我没有我今天奎哥他们收拾货，我们家的样品太多了，清冰箱了。嗯，然后呢，我今天暖贴有用避险吗？有，我给你出都行，有的。问我话呢？请问的啥姐妹？今天奎哥交作业，他不交。他奶奶，他今天收拾货，姐妹们，明天播，明天正常直播，姐妹们。下了播，他和弟弟清冰箱，我们家的货太多了，他晚上收拾货，然后把冰箱里面不用的那些样品都清出来，给我爸爸呀，给谁的分一分。嗯，然后以后来的新款的话就能放进去了。现在冰柜6个冰柜都满了。嗯，小冰箱是放冷冻室啊，急冻室，老铁，就是那种-18度的姐姐。我星期天不播，我都是周六正常直播。你说啥时候流行双休呀，哥们儿？如果一个星期能歇2天，那简直就是太幸福了。目前一个星期我休1天。每天视频能吃榴莲吗？好久没看你吃了，是拍作品，你还是说看我直播呀，姐妹？今天奎哥不交作业，我累得慌。啥时候再有南瓜？南瓜后来第一批卖的特别好，第二波来了不太好吃了，不太甜，我就没卖。你当时给你卖的时候可甜了。啊，我是你看我直播的时候吃是吧？行，我明天买个榴莲。直播吃榴莲 ，OK， 明天买。大宁，我不想过了，想离婚吗？是那个意思吗，姐妹们？你俩还有感情吗？还是说现在你俩割弃了，一时想离，姐妹？还是说真的是过不下去了？如果是说今天你俩割弃了，就是那种冲动型的，别冲动，关门，想一想还有没有感情。如果说我真的不是不想劝大家离婚，因为有孩子有啥的。如果说姐妹们实在是他又是打人呀，又是打人骂人，实在是过不下去，又不给钱花，又这了又那了，是有啥都，那真的没法过。真的你要问问自己有没有感情，是不是平时偶尔吵架的时候是不能过，没孩子呀，
没孩子的姐妹，结婚了吗？还是说谈恋爱？一定要想清楚。我看了咱们看那个好事成双，对吧，姐妹们？好好生活还是好事成好，就是那个小那个黄晓明他们演的。但是我感觉姐妹们，就是人家说了，处处都是为民啊，就是像那个顾许那样的，就是不多见，没孩子结婚了。我说女人家好难呀。我跟你说，我给奎哥我俩咒嫁的时候，对，好事成双是吧，我给奎哥我俩咒嫁的时候，我也想着不想过了，但是我俩好了以后，我又想着，哎呀，跟谁都是这样子。但是我真的就是没有感同身受，姐妹们，如果说你觉得真的过不下去了，你自己感觉咱就不过了，如果说咱能过咱就过，因为换一个人不一定就是说比现在好，但是如果说这个真的差到极尽，立马分手，我也不会劝人家，你知道吗，姐妹们？我这个人嘴笨，但是我就想着，也不给你睡一起，他睡哪里啊，姐妹们？真是的，这男的还，我后悔离婚了，为了孩子应该坚持，你看是吧，姐妹们？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劝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不劝吧，有些姐妹们她又很难坚持，咱不理解人家当时就是在的处境，哎，对，就是有个冷静期，结束了想离再离，对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你可能当时一时就是着急想离，可能一时冲动，过了那个冲动期又后悔，是吧？跟你分房，这男的真的老气人，我听了都气得慌。没事，分房男咋还不愿意跟你一起睡呢？他有的男的不知足，你知道吗？老婆在家里很辛苦了。他总觉得，人家说了，外面啥都是好的，家里再好都不觉得好。我给奎哥一咒嫁，我就想给他离，我心想给你过是王八蛋的。但是我俩一和好，我就感觉，哎呀，孩子跟他过得好，完了，我就很纠结，有时候。但是和好了以后，我觉得，哎呀，跟谁都是这样，还不如跟奎哥呢。所以说，我能想明白。我也愿意自己睡，哎，那个姐们真的，你一定要想清楚，哥们。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你的处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，哎，只要自己不后悔就好了。对，有孩子会更难。我给奎哥一吵架，我说离家出走，我老婆婆可聪明了，没法，晨曦跟着你妈妈，俺老婆婆知道，只要是我不走，我走，我带着没烦恼我就走不了，跟着你妈妈，俺老婆可聪明了，都让没烦恼跟着我，还别让你妈妈走，跟着你妈妈一起出去。螺蛳粉太好吃了，好吃吧，乖妹儿，可香了。哎呀，姑，你给我削一个那个吧，我想吃一个脆柿子，没啥吃头的，削个脆柿子吧，啃吧。有一剪刀，有那削皮刀。削皮刀你拿下去了吗？哦，在这里，给。削一个。昨天螺蛳粉再上一下，你今天没上吧，乖妹儿？如果没有上，你再去店铺里拍，宝贝儿，从店铺里拍。我上了呀，我看吧。第六个。昨天的那个螺蛳粉在六号链接，我老公也要8000多，我只留给他500，可以，500够了，吸个烟就行了，要什么自行车？每个月给我500，我能请他跳高。你放屁！你银行卡里面你有好几万呢，你买菜了以前，后来不让你买了，那个钱你也没退给我。你知道奎哥为什么有好几万块钱吗？他包里以前的时候，他不是一个月买菜都花好多钱吗？我都是把一个月的饭钱我一块转给他，省得他老是给我要，你知道吗？后来都是弟弟买菜，不用他买了，他那个钱也没给我，所以他现在还有小金库呢，我赶明天给他要过来。你还不自觉，你那小金库里面有我好多钱呢，还行。今天200块钱给我买了个榴莲。好男人，真的，姐妹们，就是婚姻的话真的没有感同身受，反正大家就是都有好的时候，两个人也都有割气的时候，就是过了冷静期想离再离，就跟那个姐妹说的呀，不要冲动，关门啊，不要冲动。喜欢我，谢谢。你看我这个柿子，姐妹，姐妹说啊，你的都是黄的，俺的收到都是青的，
我收到也是轻的，我这个放了，你看里面最起码得放了小十几天，二十天了。放软了，放软了。嗯，你放软了，就你放个半个月它就会红了。嗯，你放个半个月就跟我这一样了。你想一下，咱们家是不是自己种的柿子，放的时间越久它越黄，然后还越甜，就这样子的道理。嗯、喜欢吃脆的，直接削皮吃就行了。是的。喜欢吃那种软一点的，你就放软一点，因为俺们家来了样品很多，都是放的时间久了。嗯，好吃。还是皮蛋吗？好像不吃了。我下播了，哥们。今天俺们要清仓库，今天估计得忙到凌晨两三点。我们要睡觉，朋友们，我们要下播了。啥吃炸鸡？你们想要炸鸡腿吗？我给你们卖个炸鸡腿，到时候。我们家有个可好吃的炸鸡了，跟那个鸡腿有点藤椒味，有点微微辣啊、嗯，但那个很好吃。我们就下播了，宝贝儿。我们要今天提前下一会儿，因为我们今天比较忙。我明天正常直播，明天不休息，姐妹们啊，明天不休息。弟弟呢？弟弟在外面等着，给弟弟加班费不？我给他扣工资就是好的了，还给他加班费。再见了，大家再见了，姐妹们啊！俺们今天早下会儿，我们去收拾收拾我们家的仓库，因为还有冰柜，东西都太多了，放不下去了。我们要早点下播，明天八点见啊，宝贝儿！谢谢大家，捧人场，捧钱场，谢谢宝子。手表的话，明天我看能卖就卖，不能卖就周一卖，姐妹们啊！拜拜，晚安了，姐妹们，爱你们，么么哒，再见，拜拜，爱你们，我的老铁，哼，拜拜。感谢大家，感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